捅鼻子啦。Good advice. I can offer this small wink. You find that a little goes a long way. 这是我现在的穿搭，怎么样？Vlog 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 Fast Free FF 胶原蛋白饮的团购要开始啦。从看到这支影片开始的11月10号到17号，短短7天的时间，所以如果大家对胶原蛋白饮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。FF 胶原蛋白饮呢，它一罐小小的就30ml，可是里面却含有 5000mg 的天然鱼胶原蛋白，以这样子小罐的胶原蛋白来说，真的是非常多。除了胶原蛋白之外呢，还有维他命 C、维他命 B2、天然玻尿酸等等成分，就是让你喝一罐可以补足你的美丽以及精力。然后热量我看后面才 10.4 克哦，这一瓶超低热量，让你喝起来完全零负担。大家应该很想知道这个胶原蛋白饮喝起来的味道是怎么样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这一罐里面呢，会有淡淡的苹果香气，酸甜适中。但一开始喝第一二次的时候，还是会有点微微胶原蛋白的味道，但一下就习惯了。整体而言来说呢，这个胶原蛋白饮的味道我非常非常的喜欢。那这段时间喝下来呢，我自己是觉得我皮肤修复的恢复速度有比较快，然后呢，我的指甲跟头发长得超级快，就是我没有意识到，就是我又要再剪指甲了那种程度。那这次优惠团购资讯呢，就是一盒是10入800，两盒以上就免运。你买三盒的话，会加赠这个韩国 ES 系列的面膜两片；你买四盒的话，是送一盒5入的面膜，我觉得非常优惠，然后也很划算。我特别跟厂商争取到就是免运的优惠要给大家。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喝起来味道不错，然后方便轻巧好携带的话，可以考虑这个 FF 胶原蛋白饮。团购时间呢，就是从11月10号到17号。详细的优惠以及连结我都会放在底下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开来看哦。今天又来 Where to Eat 直播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边都是等一下直播的衣服。噔噔噔噔，开个灯。我今天穿之前的 missing T 加上这个，这件是睡衣。Oh my god！ 你们看一下这次的泳衣。帮我去全家换了一杯咖啡，然后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喝单品拿铁，结果不知道什么店员哪根筋不对，弄了一杯黑咖啡，所以昨天喝咖啡喝的没有那种很过瘾的感觉，所以我等一下自己来弄一杯咖啡来喝。
场直播的工作，所以等一下我化完妆差不多就要出门，然后提早过去先去准备了解一下产品啊，跟吃个饭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来化妆了。这个是我最近在试用新的保养品，这个日本的叫做什么科奈。这盘眼影盘真的是太美了，眼影随便画随便漂亮哎。就是今天的直播场地，超可爱的耶！嗨，可爱。今天要直播的衣服，噔噔噔噔！今天要跟李宝一起直播，耶！我平常都在看他直播，出现，对，今天可以跟他一起直播。大家在努力的收东西，我们直播结束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早安，我现在人在台大医院，因为我现在要去做 PCR 自费的，因为前阵子我妈住院，一直住到我拍影片的今天，那之前都是我妹在照顾她，所以现在换我了，但陪病家属只能有一位，那现在换成我，所以我就必须要那个自费的 PCR 检测完都没有问题之后呢，才可以进到医院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我要去给别人捅鼻子了。我等一下检测完之后，我就要去弄我的头发了，因为要等检测结果出来还要一些时间，那确认没有问题之后，我才能进到医院，我才能住到医院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超级热，这么早的时间我怎么能错过麦当劳早餐呢？我平常是吃不到麦当劳的早餐的，因为我都睡太晚，所以我今天要来享用。还有薯饼，还有薯饼，这边有薯饼。
家早安，我现在人在医院了。我昨天已经住在医院陪我妈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那个美食街买个早餐。等电梯。我现在在等我的早午餐，对，我买摩斯，然后我现在在美食街，但我想说，因为你知道医院人来人往，其实还是有人，我就尽量避免拍到别人。然后我昨天睡那个椅子真的是超级无敌难睡，我的腰好酸痛。我等一下给你们看我睡觉的地方长什么样子。这是我现在的床，长这样，超硬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医院的保养超级简单的，我就带了那样几片面膜，然后还有这种 All in One 的保养的霜还是什么的，就这样。我在医院保养超级简单，然后今天敷的是加丹尼尔的面膜，因为我想说能尽量轻便就轻便，所以就真的是带了这样。其实没有记录很多，是因为医院生活真的就非常无聊，然后它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让我工作，所以基本上我在那边就是处理一些文书类型的东西，然后看剧耍废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要回家，因为我不行了，我有影片要拍，所以今天的行程就是回家拍片，然后晚上我要再去医院顾我妈这样子。那中间我其实还是有回家啦，像我回来直播啊，还是有些工作什么的，但是都回来短短的几个小时，都没有睡在家里啦。那我这几天没有回家，有一堆包裹在这里，看一下包裹以及我从医院带回来的一些东西，所以等一下我先去洗澡，我再来跟大家开箱这些东西好了，因为我在医院这几天我都没有洗头，我都没有洗头。这一箱是我超级期待的包裹，你们看，是 Mercy 兔兔跟 Apple 联名的衣服 ，Oh my god！ 所以我决定直接就是用拍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要开箱的东西，很简单快速的带过，准备开始吧。你看我现在还包着头。首先呢，这一箱就是艾诺奇他寄给我的刷具们，满满的一大箱一大袋。这是我之后要跟他们合作，我要在他们的虾皮官方账号直播要介绍的刷具们，是 Bonnie and Reed 他们寄给我的包裹，一个满满的包裹。打开呢，我就是先看到这个扩箱，因为你看有这个扩箱组就知道是扩箱，这个超级重的。再来还有漂亮的夹子，这就是我会用的夹子啊，好赞哦！刚好有个掉出来的，好赞。然后还有很多漂亮的银饰，以及这个我之前有分享过 Kirsch 的唇釉，然后这个是他们推出的新颜色吧。
Benefit 寄来的，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美彩的礼盒，然后他们这次的代言人是这个 Henry， 还有个超级可爱的口罩。好，那这个呢是用丑毛衣的概念做成的铁盒，眉笔超级细的笔芯，对，怎么转？对对对，转出来。然后另外一头就是眉梳，然后这个是美眉膏，再来还有一个打亮笔，这一支，哎，为什么它怎么长得跟以前不一样？这样子吗？对，这个我自己也有买，我好像买了两支吧，因为它是用来就是可以打亮眉骨啊，让你的眉形更利落立体的感觉。这边是什么？哦，它是双头的，到处都是疯女人跟 Mercy 兔兔联名的衣服，他们寄了几件给我。这个的话是卫衣，超可爱的这个小雏菊，然后寄给我尺寸是 S 号。然后还有一件上衣，他寄给我尺寸也是 S 号，是这种立领的，比较法式复古风格。还有一套睡衣，这套睡衣的尺寸是 M 号，我刚好试穿裤子了，那裤子是穿得下的，所以如果身形跟我差不多，其实 M 号就可以咯。再来还有一件洋装，我都还没有拆开，因为热腾腾从包裹里面拿出来。他们这一次满额赞，是一个漂亮的马克杯，黄色的好可爱，底部还有做这个图，好可爱哦。